你们关心一下爸爸。关心他干嘛？关心他跟熊。他以为你们关心我，就有关心吗？你们对我很毒，你们就写他的电话，然后一整每一个电视台都在强调我年纪多大，骂过来。所以你也不认识他吧？不认识我，我不认识啊。见到面也没关系吧？会怎样？怎么会一直好像已经有什么的然后来旁白哥抱抱独家小真题，熊妮就有气，他年轻关我屁事啊。我是爸爸，他是女儿。是，你是胡瓜，女儿是小真。哎，就还没问过小真怎么看胡瓜和熊妮走很近这件事。你们关心一下爸爸。关心他干嘛？关心他跟熊妮。他以为你们关心我，就有关心吗？所以你们私下没有在聊，这很无聊的事情。我们大家都已经经历了多久了？对啊，这无聊的事情不需要再传简讯问。我觉得我很毒，你们就写他的给我知道，然后一整每个电视台都在强调我年纪多大，骂过来。所以你也不认识他吧？不认识我，我不认识啊。见到面也没关系吧？会怎样？怎么会一直好像已经有什么的来？这个说到好像已经有什么了，现在两个小孩的小孩来胡闹。萧敬腾日前与 Summer 成婚，好消息轰动演艺圈，他在社群平台 po 婚纱照，超过10万人道贺。小生也留恭喜萧汪萧本，我爱你们。老萧回你也快了、啊、那老萧之前说你快了是怎样？我怎么知道他？我那天见面有人说你是怎样，你是吗？他说我有回那个吗？我说你中邪啊。他又说我有留。我说你真的不负责任欸。所以女生就一定要一直结婚？也没有啦，就关心。希望她这一辈子永远是最幸福的女人。从我以前年轻的时候，你就担心我交男朋友要不要结婚，结婚要不要生小孩，生完小孩要不要离婚，离婚之后要不要二婚，我到底有没有自己的人生？成立娱乐新闻，有个伴也不见得最管事啊。报道。